酸奶界的天花板，这个你们一定要尝尝，嘎嘎好吃，嘎嘎优秀，它是属于特别有质地的那种，配料表也很优秀，99%的生牛乳，而且添加了那个益生菌，它是没有蔗糖添加的啊。嗯，但虽然它不甜，但是它不是很酸的那种，很好喝。一桶足足两斤，吃起来就是那种冰淇淋口感。很浓稠，嗯，管理期的包子啊，也是完全可以喝的啊，配个燕麦，做个水果捞豆，嘎嘎优秀。既好吃还没有负担，你们一定要尝尝。嗯。